大家好，我是高志森，我是香港的一個音樂劇的監製。今次呢，我想跟大家介紹的一出就是《馬克白夫人》的一個這樣的音樂劇。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大家都知道，演了幾百年。馬克白呢，其實是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作品，亦都可以說在他四大悲劇裏面呢，是一個地位相當高的一個名劇，劇力非常之濃厚和豐富的。我們是大膽將它改編為一個音樂劇，並稱為馬克白夫人。其實馬克白呢，就是講那個主角是一個君王，馬克白夫人就是幫個老公去謀權篡位的一個，他背後這個老公的背後的操縱者。我們換轉了一個角度，用女性的角度來到去看這個故事，是一個很新的一個改編。更加重要的是，我們今次演出的是一個音樂劇，即是說整套戲我們是有獨特的一個作曲，然後有獨特的編曲，又全新寫個詞，就是用音樂劇的方式去表達這個莎士比亞的一個四大悲劇之一的這個名劇。主演的就是招媛，作曲的是高子榮，另外就是編曲的劉詠濤，還有作詞的陳坤潤。我除了監製之外，我亦都是這個復牌的導演。他最大的特色呢，還有一個呢，就是他除了用音樂劇方法表達之外，就是他整個戲呢，個幾兩個鐘頭呢，都是得四個演員而已。在香港演出的時候呢，很多人都會很奇特，就覺得哇，你用四個人去將整個原著濃縮了來到去做，就表示非常大的一個驚訝和欣賞。我亦都將這個戲呢，帶到你們的劇場演給你們看。